还是违反会客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，视频经过本人同意了吗？问得好！您再想想，那不然呢？你参与品为啥往年都没发，就今年发了？还不是因为这次的事，两个宝贝想通过这样告诉我，夏天从未离开我们，一直都在。你看，都上热搜了。笑死我了！有姐妹问他自己面前没有肉吗？非得夹别人面前的。然后有姐妹说：“老公是别人吗？你们真是不懂无语。” 还有姐妹通过哥哥的衣服扒出来，这天应该是520那天。还有520一起吃饭，还戴着爱情帽子。都知道这帽子他俩都有，是我们西皮粉送的。你看王波吃火锅这坐姿，你就知道哥哥后来被谁传染了。你看看哥哥这，夫妇坐姿绝了。